对不啦？你当时不好讲，自个多年以后讲嘞。对对对对。那隔了十年了，还讲讲我到九十岁了。对对对对对。等我小家父讲话呢，老头子讲给侬听嘛。我300,000人民币是押金，侬过过这劫吧？那侬没过过。对对对对。我为啥当时不好讲侬讲？当时讲侬讲侬会得帮我要讲吧？是侬瞎来嘞。那现在侬想想，老头子瞎来嘞吧？那瞎来嘞。说句话，讲我也欠侬，就我朋友找，也找对方。侬讲了对对对。那么我要不是讲多了，我头就只不是一只话匣子，受不了了。这就是生活。对。我接下来就是这个酒，头就叫生活。对对对。交关人闲话才会讲嘛，做不到呀。对。想醉了，想有钱人不讲不行了，醉到外开回去了，好惨呐！你想醉想醉了，中年第一次啊嘛，啥那个样子。我到屋里来也是事务，又是事务吃吃的。侬个年龄得侬个不大符合。最后一个有几个啦？侬我比得到啊！我肯定家里钞票了，我肯定人家生活要改变了。侬个年龄跟侬个心态真的不大符合。侬讲起来的，侬真的像人家三四十岁，像三四十岁小朋友啊，特别够的，吃光用光。哎，我现在搿搭没动起资金勿啦，我就是用光啊，我就是几乎没接受。是呀。我啥用光了？我得给退休工资啊！我等一下，我旅游一个包，我一年大半年了嘛。哦，跟侬结工。两个号头钞票顶了一道就用脱了，最后我就等退休工资，而且我要旅游啥，明朝拿退休工资，我今朝回上海。哦。今朝回上海，杨杨要打扛上去，他钞。跟侬。我后头又跟上去了。跟侬。我不去理这小人啊！阿拉小局长讲，对对，把一个侬外头出去白相钞票蛮伤的，侬够吧？对啦，哎，我听得懂嘛？根本就是我得不能挨着。那我讲了，老头子要问侬要钞票了，我也回绝了。我这个生活没办法，我来了我有限个这个资金里向不想搞。那旁边侬讲，我在台台里侬叫我拿一两万台的车，超过就没了，没得找。但是我得侬讲句啊，侬个心态、个性格，拿搿搭地块、动迁地块，大概就一个。哎，没我肯定不像侬搿种啥个吃光用光，吃光用光，我是勿可能的。同样吃光用光两种是，一种啥个赌光，搿赌光，搿勿是，迭个是勿可取的。哎，侬搿，我是辣辣生活中当中用的，就是讲侬用光那是。自家能力范围。哎，侬有搿用光搿用。侬搿用光侬勿像中国人属于欢喜看钞票。勿是自家夸自家了，对伐？迭个西装打领要帮我自家表扬自家。啊。尽管我钞票勿多，但是我欢喜白相，我。几乎到现在没人家借过钞票，就是啥个不够了，借眼去的。对，搿是。不白相。搿是。身上什么没种事体啊？搿。除非特殊情况了，所谓特殊情况就不是我白相需要要的了，根本等下掉。哦，跟侬个生活不遗憾，那天天在外头白相。哦，还到外国去白相，到外国去白相。中国所有的山，我白相一只山一只山白相。是呀，是应该搿能介呀。我是从南面开始，台湾开始。嗯。台湾去白相好，是有眼啊，我来到金门。嗯。因为下趟要留脱，那金门白相脱。嗯。因为下趟没再白相到上头了，对勿啦？再回金门，所以么福建，然后从湖南、湖北、河南、河北，就像上头推，贵州、四川、云南搿只国家。搿就地图高头就是西南角，对哒。白相脱了以后呢，上海搿搭附近刚才两双子勿对了，平常在那跑，那搿去勿搿后来勿去了。随后山东，东北，那么说到末当中末河北末就北京，再搿搭过来呢就到西藏，西藏我也去年，西藏，结棍。我38天是大客车大巴士去的。哦。搿趟阿拉是昨趟阿拉娘大巴士，到哦，当初呢上海的大巴士动力勿够，哦，你后头到成都重新调部车子是，哦，驱动就是前头后头侪一道驱动啊，嗯，是吧？搿么搿安全度，对，啥因素啊？那么就调部车子，随后白相好，一直西藏，老早伊人家一句到西藏讲，当地人讲，就会得讲普通话，伊讲到西藏光玩那个拉萨不够，这不叫到西藏。只是到了西藏一个角，到西藏不到阿里等于没到西藏。阿里就是上面来讲，伊拉觉得就是一个纬度相当海拔5000多米。对对对，我有跟侬跟侬个年龄西藏上面都不生活，这地方老生活。嗯，阿拉决定下来到那边去生活一个礼拜。哦哟，还生活一个礼拜。哎，不是，人家到到交关人进去就出来，就讲话就到过来，对吧？嗯，阿拉讲一个礼拜，到脱十个人，
廿六个人碰到这个人，就剩十六个人，十六个人坚持，一直到阿里地区，中印边境嘛。嗯，哦哟，荒漠。跟侬在外国跑了多啊？外国跑过欧洲。欧洲哦哟，搿勿错。欧洲我零零散散讲起来，讲起来也是有个四到六个国家。哦哟，还蛮结棍。就是北欧没跑，我没想到北欧。跟到台湾去了多几天了？台湾搿是阿拉是台湾跑自家是有影响，要开拓营收，按照旅游是伐？是好像一个礼拜回到一个礼拜回到一台湾到哦，靠北面。南面、东面，搿是比较繁华，靠西面对勿啦？还有少数民族，没开放。因为西面呢，伊实际上跟搿个大陆啊背道而驰了，而且西面出去就是南海。台湾我没去过，侬觉得台湾哪能介啥感受啊？台湾个建筑好啊，偏啊，上海一只瓜也勿是，伊没搿种高楼大厦。现在出来只标志性的，就是101101，就搿只大楼，其他侪五楼，没十楼，我估计伊拉电梯房老少，就讲伊拉个住宅住宿，是蛮差劲，没发展，搿是搞伊拉个当地人，但台湾个老百姓，我一到个地方旅游，有辰光会得等下离开台湾，搞当地老百姓，还好沟通哦，就像侬采访我了解，伊在跟我沟通，一样道理，对。侬在哪里跑上去没啥意思呀，对吧？我就得当地人问过来，伊拉会得讲普通话，伊也明讲，我们这个伊拉不是讲三，伊拉讲三明治，但是伊做个宣传伊拉的了，伊讲你们大陆就是自由度很少，几乎是没有，但我们呢是，你举了个例子很简单一个，你讲就讲你要讲到东西，我们这里。搞基本建设也有拆迁的，拆迁拆到我们是私房，私人财产，我就说是保护私有财产。侬没不要讲讲起了，就是我不同意，伊这个修路啊，找单位，那么阿拉那之前我看到过啊，一种公路，到了到对对对对，一只位，为啥一只位啊？一只三四幢房子，那个家属，你干嘛不管？对不拢？那不对，你要没氧气，不对没氧气，就是讲用虚荣成的，没认为是不对的，对，讲回去，一个这个问题，还有一点呢，就讲其他的所有私有财产，侪得到保护，没当局没无缘无故就讲好了啥啦或者冲击，没，就搿两只氛围。那么，伊老早子呢不可以，现在伊讲也可以，这个对当局可以提醒一些啥个，组织一个团队啊，或者啥侪可以的，不啦，不存在就是把拿搞同流，没。伊有点看不起侬，懂吧？看不起搿，对。我就对这个，就讲伊谈到就是讲，对。我比方讲啊，和平统一啊，和平讲，我叫老百姓投票，拿来东西啊，其实。百分之五到底有没有？人家觉得我一面有得了，对，马上发本户口、身份证，哎弄好了，侬就等于手铐铐脱了，铐了。那伊拉感觉是哪？实质上，伊觉得伊自由。阿拉在大陆里，我伊讲没自由，我觉着也蛮好嘛。对，阿拉因为习惯了，是侬台湾家是从小台湾长大，侬就没有习惯。侬没侬，因为阿拉从小搿能介大个多啦，只要没吃着文凉，对伐？没受过啥政治上啥个冲击。是过得蛮好的，对，调和不了。还有一个，阿拉上海发生个生活水平，侬有钞票，不等于。不是，阿拉现在上海个生活水平。现在台湾个普遍来讲，平均生活水平比大陆上高，因为我表哥个。比他三万美金，比原来那个面的，伊退休，一个老师退休。介小个小岛，我这个心情不好。伊退休个钞票对伐？伊每个号头搿天阿拉用了几百块，够用了，早讲够用了。伊勿是个。你只有他三分之一，生活就老好了。你只有那个费用，你那样个费用，侬晓得待遇老好有，伊那些出手把费用把多少，八十万美金哎。哦哟，美金啊！因为一家头，没小人，所以伊钞票呢，啥人待我好就不啥人。想嘛，这个费用是不是也大年龄结卡掉了？最后不是十万美金了，后头来侬娘个连房子也不行，才可以房子。
那房子给伊费用哪能拿呢？给他结婚证书，有些地方搞伊结婚作为，作为就讲结婚里面作为代代位个年纪了。台湾虽然外头看上去高楼大厦不多，但是人家人民生活确实是比搿搭好，是吧？生活条件啊，生活个习惯啊，生活文明度啊，确实比搿搭好。但是阿拉西啊，马上一统一以后了，我辣海个人老百姓日脚没像现在搿介自由了，一统一肯定又糟了搿搭了，对对对，肯定又糟侬了，对对对。现在陆里路是也勿会得一千多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啊，一步一步来，但是伊搞伊台湾现在讲起怎么了，老好听了，就讲。香港、澳门回归对吧？嗯。当邓小平辰光搞过两次，意思讲是不是也好考虑走这个路？嗯。就讲叫一国两制，对不对？人家，嗯嗯嗯。但是侬真的互通统一了以后，对不啦？强制性的统一了，这个辰光呢，现在也区队讲起来就讲对台湾两样的，香港、澳门呢是归位。嗯，但是原来被人家夺出去了，那一国两制，台湾照样也是一国两制，甚至可以享受到比伊拉还可以，还好谈，反正才还可以对吧？但是真的加上统一了以后，不是和平统一，是互通的话，对不啦？没加他们，刚是搿能讲一国两制，到最后一国一制半，勿啦？这个呀，谁不能呀？早就要这样说，对，否则我好像。首先，先军队没了，对，另外啥没了，对，台湾岛高头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对，过去两个师，不啦，对，台北一个师，台南一个师，等来，好了，侬台湾兵连差不多这，我不是听到徐副台华人口罩哎，对，听到了以后，我根据自家风险，对，因为我听到了，对，三次听到了，啊，我明白，搿个可信度比较高。我小学五年级没毕业，读到五年级上，我跟一同学，五年级上阿拉就文革大革命了。哦，侬个当啥个史地老师、台湾当没个，没个人，就是看了都听了都。哎，人家就是要弄搿种人，对吧？哎，后来侬个阅历结棍呀，侬后来又没啥用，要看阅历的呀，侬看了都。看了多，搿桩问题侬看了多，侬晓得搿哪能解决？有种人看了勿多，书本高头搿写法，搿种现实问题搭书本高头好勿着个呀，是勿啦？哎，是呀，应该多学学。哎，下趟向侬学习，我真的是应该向侬多学习。哈哈，谢谢。